上课喽。
谢谢。刚刚那首歌叫做《Alien》，是写给写给不被了解的自己。大部分的时候，年轻人都会觉得自己不被了解了，然后等到年纪大的时候，就觉得自己也不了解年轻人。这样。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萤火》。谢谢。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是我们团的唯二两首台语歌，然后我要邀请我们的吉他手大伟来帮我唱前面的 part， 让我们欢迎他，吉他手大伟。他在慌张的换琴。我们今天开那个台九线过来，然后大伟开第一个，然后我们就开在一台油罐车后面，然后
我就收到一个简讯，就我们开第二台，然后他开第一台，然后我就收到一个简讯说，哎，这个车有点慢，我们要超车了，然后就超了，然后那是双黄线，然后就被警察拦下来。对，所以今天这场表演是从一个罚单开始的。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双黄线不要超车，不然就是要先看清楚有没有警察，尤其是有弯道的时候。对，我觉得我不应该喝酒的，我喝酒我声音就有点哑，可是你知道我就来到铁花村表演，又不喝酒我就有点奇怪，而且感觉大家都离我很遥远。有人吗？好，那我要来用我的酒敬一下铁花村的大家。耶、yeah. ！太没有人跟我喝啦、啊，我没有看到有人拿起来啊。有啊。耶、yeah. ，干杯！不用干了 ，Cheers。好，那我再帮他暖场一次，因为刚刚大家没有接到那个点。好，让我们来欢迎吉他手大威。
接下来这首歌，我要请我们的鼓手来帮我们教唱一下，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鼓手陈汉。大家好，我是鼓手陈汉。Hey, 大家好。Hey, 我看不到你们，不要害羞，我们来站在前面一点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拜托啦，求求你们，给我一个面子，拜托啦，站前面一点，再靠近一点 ，Together, come on。我教大家唱歌，就是这段歌尾奏，然后大家一起合唱，站近一点，我们才能看到你们，好不好？来啦，来啦，来吧。来吧，已经有两个、三个了，这都是群体效应。走出来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对对对，你们两个来，我看你们来 ，come on，come on， 来来来来来吧，不要紧张，就是你，你不要怀疑，就是你。来来，对对，就站到那么近，通通过来吧，来吧来吧。坐很久了，不要再掩饰你们。算了，我不知道你们这样子。好，来来来，你们热情，拿出来你们热情吧，谢谢大家，这样交唱了。歌时期，如果大家有看到我们的 MV 的话，我想说话，没有，等我一下，害我一下，我现在小心跟扑通扑通跳。大家看到我们的 MV， 就是里面记录了我们之前的巡回的每一场演出，然后很感动啊。如果没有看过，可以现在回去之后 YouTube 点一下，就时期我们的 MV， 那熊宝贝时期就对了。然后今天要教大家最精华的一段，就是只有两个字，就是大跟拉。非常简单，然后后面再站过来好不好？来啦来啦，不要紧张啦，好不好？后面的，真的拜托，让我见识一下你们的热情，好不好？从四面八方来的，拜托啦拜托啦拜托啦，来啦来啦，啊算了算了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已经够了够了，好，我现在教大家唱了，好，很简单，哒啦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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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